講緊嘅咧就係《年少日記》入邊嘅兩位演員啦，分別咧就係有阿 Sean 黃子樂啦，同埋咧有周漢寧嘅。Hello， 兩位你好。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黃子樂。年少日記係飾演鄭有傑。大家好，我係周漢寧，喺《年少日記》裏邊飾演邊神。我差不多全部电影都会接入，啊，都会接咯。其实即系有得接就接咯，即系尽量拍多啲戏俾大家睇啊嘛。咁就之后就拍咗《连石记》，咁其实《连石记》都系一部好好嘅电影咯。Super Idol Check Check Check。